如果惹对象生气了怎么办？那就让他给你做这碗盖饭吧。常看我视频的都知道他有多喜欢吃虾吧。把黄油融化，再倒入料汁，翻炒均匀，盖上盖子，稍微焖一会儿。一根绿豆冰棒搓成冰沙，倒入冰块、牛奶还有咖啡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虾的味道是真的好。和好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只做一碗米饭，做一道他最喜欢的菜，两个人一起吃，关系自然就缓和下来了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